今年七月，突然与相识多年的好友谢霆锋传出绯闻，二人更已发展至同住金钟摆设，楼上楼下方便见面。绯闻传出后，全城哗然。但原来这段迅风恋只是激将法，真正的绯闻男主角原来是与周迅合作多次的影帝梁朝伟。据香港媒体报道，伟仔和周迅借连拍《大魔术师》和《听风者》相恋，二人暗交一段日子，直至刘嘉玲有所怀疑，二人才收敛。但自此事后，刘嘉玲对伟仔管得更加严密，不时人肉搜寻丈夫行踪，令伟仔非常厌烦，不时和朋友饮酒狂身，弄至身形突胀。而夫妻二人近日更陷入冷战中，伟仔入行多年，对绯闻经验丰富，就连当年与张曼玉传到言之凿凿，他也一样面对媒体笑谈回应。但这次与周迅的绯闻却一反常态，本月初他出席活动，罕见的不接受采访，当日他身形明显暴胀，有不少白发，看上去老了不少。而嘉玲连日活动都只有助手陪，笑容欠奉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上搜狐视频，看中国好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汪峰。